我是刚刚列车长的111年，6月12号，水母，海月水母，7:01。哇，真的好多水母。海蜇皮好吃吗？我说真的好吃。水母，水母，水母，水母区这边是，有站啊。啊，如果下面个嘛，咱们多多点我们的一级光片。真的，怎么说？哦，变了，灯光会变化。啊，如果下面个嘛，咱们多多点我们的地方。有没有很美啊？怎么爱上这边了、啊？有没有肚子饿啊？真假肚子饿？是。你要吃意大利面的吗？那我哦，就是这边来来了，我要企鹅，企鹅来了来了，你知道了哦，会游泳了哈、哦，企鹅来了，我喂食喂食。所以你知道怎么说企鹅会游泳了哈？有没有很酷？我就是要来这边看企鹅。哇塞，企鹅！哦，有那个麦哲伦企鹅、国王企鹅，这两种。我、哦、现在要发饮料，让它发食物。它喂食秀对不对？哇塞，企鹅！哦，吃鱼吃鱼，吃鱼吃鱼，哼。啊，好好。企鹅，企鹅啊。哇，企鹅哎，好可爱哦！这边企鹅的其实都比台北好太多，因为台北根本都不游泳，是吗？但这边相对会游泳的，是吧？至少啊、嗯，哇塞！我国王企鹅，哎呀！好、哦、跳下去。你应该是上小企鹅的那边。哇塞！哎、嗯、呀、哦，哇，企鹅吃了。这个 VIP 叫你先站上去。企鹅好近的哟！我抢一抢。哦。啊！企鹅。哦，真的。麦哲伦企鹅，那是麦哲伦，跟那个台北黑脚企鹅不一样。
船来了。11:06了。正，有没有酷啊？比台北好太多了。就是它这边气候会有一点。好、哦。哦。在想谁？安娜、啊。让他们运动一下啊、哦。气油。哎，够了。然后降雪还蛮酷，降雪器。感谢哥哥哈，罗小妹跟妈咱们多多点我们的妆，有哪拜拜。11:09拍摄，国王企鹅跟那个麦哲伦企鹅的拍摄的，谢谢哥哥那家妈妈。